们再讲一次，我们是丝袜小姐乐团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。然后这次呢，为了配合那个专辑，有买专辑的举手。那你们应该有看那个漫画哈，就是我们的专辑里面有一本漫画，我们自己画的。然后就是那漫画里面的故事啊，就是我们四个人要去找一个神秘的卡多里乐园。然后其实卡多里乐园是真实有这个乐园，是在台中。然后可是我懂事以后呢，我很想去那边玩，可是它已经废弃了。所以这次画漫画的时候，就特别把这个卡多里画进去。其实它代表是一个要一起去寻找的东西。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，所以我们想要，就是我们有办一个寻找卡多里的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就是我们会贩售一张旅行地图。那张地图呢，其实它除了用来收集贴纸之外，它还可以当成小海报。那以后我们的，其实昨天已经有一场，第一场已经结束了，就是在台中，在台中的那个回响 Live House， 就是已经结束了。我们每一场售票演出呢，会随票附赠一张贴纸，然后那张贴纸呢，就是总共有11张，因为我们有11首歌，每一首歌代表一个故事这样。然后收集完全部的贴纸之后呢，丝袜小姐会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玩一整天，然后这个礼物非常诱人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参加这个活动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呢会有更详细的那个细节说明，你们只要打 www.miss stocking 就是 miss://stocking.com， 就是我们的网址，或者是上网搜寻丝袜小姐，只要忽略那些色情网站就好了。对，就是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资讯这样。然后我们脸书上面也有，然后部落格也有，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。好，下一首歌，欢乐的国王操场。花好雨平静在那边放大，二七七号